各位晚安，咁啊，香港時間依家晚上十點幾啦。如果你依家睇到依段片嘅話，如果 YouTube 嗰個審查唔係做得太猛啊，咁啊有關 BNO 問題，咁啊梁振英又無啦啦發招啊，梁振英，咁跟住阿孫柏文又講咗啲嘢啦。我諗我依一度我會一次過。先講咗梁振英嗰個講法先。我同梁振英喺 BNO 問題上面，我交過手嘅，其實，因為我經濟日報執過佢。如果梁振英真係覺得 BNO 平權之後喺香港投票權應該取消嘅話，其實不如做盡啲啊！等英國可以不需要特別立法幫 BNO 平權，你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來的嘛。有一件事其實我幾年前，我之前在經濟日報我建議過的，你不復機的，從來都根據 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81 Section 4B， 任何 BNO BOCBritish subject， 如果他們是在一些非自愿的情况之下失去個另一个国籍，那他們是可以立刻成为英国公民的，那就英国不需要守法，因为這是现有法律的。 BNO 現在沒辦法平權的真正障碍是哪裡呢？是1996年那個叫我叫監銀乃後的人大常委的解釋。這件事我覺得澳門人在英國，即是曾宇安這樣的契弟是永遠都不會講的這部分，因為2009年這個解釋我有份談的，我是有份跟Not Arbitrary 談這件事，最後當時仍然是談這件事，工黨那邊都有人談過這件事，而得出來的結論就是將 BNO 納入 BNA 1981 Section 4B， 所以我知道什麼事，但我整件事我不知道，我就很清楚什麼事，因為我 BC 來的嘛，因為本來 BNO 就不是這個條款來的，因為 BNO 今天平不到權的原因，去到2009年的原因，就是中國國籍法不容許雙重國籍的，其實這個是很清晰的，所以我為什麼我不是中國籍，就是這個原因，因為我是中國印尼雙重國籍協定之下的印尼人的後代的。其實根據中國國籍法這個原因，中國國籍法就基本上是仍然會執行中國印尼雙重國籍協定的所有事情，依份我是香港出世，咁我喺香港出世，咁嘅解釋到我得個英籍啫嘛，我一出世得個 CUKC 又跟住變 BDPC、BNO 咁啊，咁我係1997年嗰堆，1998年嗰堆啦。2009年呢個就係如果中國突然間共產黨臨台，人大解釋不再適用，人大常委解釋。咁就冇噶，因為中國國籍法唔容許雙重國籍。人大常委係透過一個解釋去鑑操，令到 BNO 或者香港嘅其他國籍嘅華裔其他國籍人士無啦啦有個中國國籍，即係包括你係加拿大人，你係澳洲人，除非你作出一個叫國籍申報嘅程序。如果加拿大或者澳洲人，如果係 BNO 就唔可以咁做，唔到呢個程序嘅。如果根據居英權計劃嘅 BC 咧，就看當時入境處處長有幾矮共，有一輪就得嘅，有一輪你住過英國一段短時間都得。依家就好煩，依家真係要攞曬 NI， 攞曬選民登記證明你英國長住，有埋住址嗰啲先至做到。所以你梁振英講咩啫？你要取消啲人香港永久居留身份啦，嗰啲你冇問題㗎，大佬，你好簡單㗎，你。
可以梁振英你依家做法好好簡單啫嘛，你要即刻成班 BNO 變曬英國人公民，即刻佢哋喪失參選立法會作為候選人嘅權利。你要求你提案，人大常委取消1996年嘅解釋，跟住。首先就解決了 BC 的問題，跟住 BNO 就會因此在人大常委的新解釋生效那天自動冇了中國公民身份，那英國就會幫你平權，國會什麼都不用做，即刻走得。你梁振英可以這樣做的，我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梁振英不敢做的，即係你嗰啲針對 BNO 平權嗰啲人，你一直都係唔敢講，就係2009年收咗嚟之後，依個 BNO 平權障礙喺你中國人度啊，唔係喺英國度啊。有一個邏輯係好都好清楚嘅，英國國籍法，你有第二個國家國籍嘅話，其實就真係冇乜 point 要幫要俾個 BC 你嘅，即係甚至有一堆前 SCO 官員叫 Migration Watch UK 的反對 BNO 平權，我的答案回應對他們都很簡單，我說香港如果是經過公投，像 Singapore 那樣，或者 Gibraltar 就平了權，因為 他入一起入 EU， 而且他是用公投去展示他的 Royalty to UK 嘛。福克蘭群島也是，福克蘭群島有公投，福克蘭群島的 BDTC 有 BC， 他們最早那批有的。我答案很 simple 的，其實如果你當年在香港1984年決定個前途問題，是經過 referendum 的，你不要說 BNO， 是一本英國護照都可以不用給你，即是有多那些前殖民地的子民要求英籍，我都說 我會這樣提，我說首先你是不是當地的少數族裔先，這個是第一個原則，好像我的情況就是在中國政府眼中根本不是中國人，咁好清楚啦，嗰樣。好啦，第二個原則，究竟你呢個人就究竟嗰個地方係唔係有獨立運動，或者有要求離開英國嘅運動之下獨立？譬如你根據 referendum 獨立，我覺得答案係極度清楚，係一本英籍護照都唔應該俾嘅，即係佢哋居留英國嘅權利，最多都係 commonwealth citizen， 已經係最。已經是很給面子的。跟住你梁振英有些就是數之無知，英國北歐都給非英國籍但是他們是 commonwealth citizens 的人投票的，包括一些共和國譬如 Singapore， 大家知道 Singapore Republic of Singapore 是Republic of Singapore 是可以投票的，當地的公嘅，即係住喺英國嘅人，呢樣嘢係其實對好多住英國嘅人都係常識嚟嘅，只不過 this is common sense。你揸住加拿大護照都可以喺英國投票，你揸住 Australian passport 都可以。你梁振英發咩膠啫？甚至你揸特區護照，但如果你證明到嘅係1997年之前嘅 BDTC。即係有舊 BDTC 嘅護照，佢都可以做選民登記。我話俾你喺英國係可以鬆到呢個地步嘅，因為選民登記權係不能被取消嘅。你梁振英講咩啫？即係我覺得梁振英呢個人就係咧，為咗顯示自己好係英國國籍法權威，好似係出賣香港嘅權威，就講呢啲咁嘅，但係。好坦白，你跟英國人打工很多年，你做過英國上市公司主席，你現在說什麼？你 UGL 單我告訴你，我是查到天腳底的，只要疫情許可，只要就算沒有人中投，就算我掩我自己錢，我會再去東京法務局再查當年 UGL 跟你在 DT set 在日本分公司那堆公司的關係，特別那些股東大會記錄，因為東京法務局一直都不肯批我，但我相信 John
中日關係去到呢個地步嗰時候，我唔認為東京法務局會再作阻啊！我甚至我揾個日本律師去搞呢件事。俾個梁振英都好事多嘅，有啲人係一定要真係其實係應該上斷頭台，梁振英一定係其中。歷史係對呢啲人係冇乜饒恕嘅餘地。跟住我要回應翻就係孫柏文辯論。孫柏文咧就住過喺英國一段短時間嘅 ，OK。佢嘅國籍佢就佢嘅私人問題，我唔批過噶，佢唔係 BNO 嚟噶。但係佢係佢國籍我就唔批過噶，佢嗰個 case 比較 complicated， 亦都係一個不幸嘅 case 嚟嘅，深刻。咁但係我諗孫柏文嗰篇文咬兄姐係咬錯曬，咬得好錯。他對英國政治的理解是一些很 old British 的理解，甚至你其實在英國沒有參與政黨活動就真的不宜評論 BNO 的平權的方法。特別劉慧卿其實萬都知道他跟 Home Office 和 FCO 關係多密切的，你我覺得你真的說這些話真的就是顯得 you are need to learn， 即是你說金融你覺得熟你冇所謂冇問題，但係我睇落你就係點啊？你喺英國讀書都好，你對當地嘅理解唔夠。首先，英國嘅政黨 ，OK， 嗰、那個其實今次支持平權嘅動力並唔係 Labour 不嬲係出最少聲 Labour， 我 honestly can tell you， 我哋一直都擔心反而是 Labour， 因為 Labour 的基層選民有部分，你知今次12 Christmas election Labour 很多所謂 safe seats 輸了給 Tory， 原因就是他們很多人含他投票，他們70年代已經是反對加入 EU 的，告訴你反對 Immigration Act 1971 往個深敲其實是工黨年代定下來的東西，其實Tory 不是太大罪魁禍首之一，我反而今次平權是一個來自的動力來源，你看 Hong Kong Watch 的人員組成，你看最早 accurate 即是最早提出平權的一些人馬，譬如你說 Steep Double 啊，這些其實很多是 Tory member， Tory member我哋好多時就真係經濟考慮嘅，我話俾你聽。佢唔知道一樣嘢係，我覺得係香港人應脱歐後英國更成功。第二個 point 佢覺得唔係 ，sorry 啊，你睇翻 Spectator 今期 ，Spectator 今期嘅正係講呢樣嘢。孫柏文應該是完全不知道英國經濟有幾大波啊！其實這麼多年來加入 EEA， 跟著 EEA 就變成 EU， 對英國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是 Margaret Thatcher 的犯下的最大錯誤，他沒有保留英國本土工業，英國的工業賣鬼曬給歐洲公司， even 國防工業，這個才是最大禍的事情。英國如果佢要脱歐，如果係最甚至最 worst 嘅 scenario 係 WTO rules 去 maintain with EU 嘅關係嘅話，如果你冇及時有一個 good trade deal with Japan or with USA， 我唯一可以講你好大鑊嘅，英國係不知往何處去，又唔你重振工業係要二三十年時間，因為重振工業你要由最基層的 labor 的 training 開始，那個 education 要做過曬，
工黨九十年代搞到 education 鬼五啊，所以成日啲人話去英國留學嗰啲，我成日都覺得你傻噶。英國留學真係除咗你英文有機會好啲之外，其實你嘅腦唔會一定好啲噶。英國有啲科目當然做得很好好噶，有啲，但係有啲真係唔掂啊。佢唔係數理嗰啲真係唔掂啊，大佬。英國嘅數學水平一直都係歐洲嘅人擔憂嘅位置。香港人的資金或者香港人的種 mentality 是能夠令到英國有新中的，這個是英國差不多是精英階層的一個共識。你寫回 Spectator 那本東西， Spectator 是每一個 Dory 的 member 都會看的雜誌， Moss Johnson 是做了六年老總的。這本雜誌 Moss Johnson 到今時今日都跟這本雜誌有很 close 的 relationship。Boss Johnson 是可以，即是怎樣，你其他 magazine 其他 newspaper 不一定就隨時聽啦， Boss Johnson 寫獨家文章未必得，這本雜誌一定得。英國人也不會罵他，因為你是這本雜誌走出來的，即是英國人都有時都講下人情的道理。跟著你說 NHS， 你說 Gain the system NHS， 好聽 NHS， 我告訴你，我跟英國談判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都可以用少少料的。我是提出其實是這個是反而英國人 hesitate 的，我這個提出反而壓得滯的，我這個真的有了右派。因為你要解決EU citizen after Brexit 之後的那個 medical insurance 的供款的問題，現在其實是過於慷慨，就算按 EU 的 Resident Permit 的 Holder， 你都是給200英鎊 per year for NHS subcharge。 我心想這個太低了，這個數字不好意思。我作為一個 British citizen living in Germany， 我每個月講緊給的 Medical Insurance 的 Contribution， 我講緊是最低消費是80歐 per month， 不是 per year， 是 per month。咁我覺得個邏輯好簡單啫嘛 ，即係你 every EU citizen or BNO， 即係 before 或者係喺英國未住夠三年，未供滿三年 National Insurance 嘅人士，頭三年即係 first three years， 每個月嘅嗰個有關 NH 我叫 NHS contribution 應該大致上就用依個歐洲依個 per month 嘅水平。但我講呢個方案，我知有啲英國政界人士就咬底。你咬底就係你係咪全英所有人都行呢套制度去為去即係行歐洲式嘅 contribution 啊，即係 per month 嘅 contribution for NHS funding。佢哋咬底啊，唔係話驚你 game the system 啊 ，so sorry 啊，你專拍文上件事錯曬。係如果你向 BNO 收一個即係就算佢可能 BNO 即係有 ILR OK。Enter to UK 的權利，即係留喺度，作為當地 indefinitely with to remain。你每個月 BN 都每個月供80英鎊，一如歐洲人喺英國嗰個標準，跟住 EU 啲人又係80一個月英鎊一個月。咁英國公民係咪都要收80英鎊一個月？佢哋咬啊，大佬。其實。知道英國近年福利制度的問題，就知道很多 game the system 的人不是那些 immigrant， sorry， 真的 game the system 的人是英國人自己。看清楚件事，譬如生很多個仔，但又不識教那些什麼種族的人，我不要說全部都是白人，我只是覺得 every race 都會有人做這些事情。所以你整件事宣判文篇文是錯到很離譜的，我告訴你，你咬兄姐，不好意思，你咬兄姐是是不懂得咬的。跟著你說英國人要強調那個歸屬感，喂朋友，你拿著 UK passport 已經是一個歸屬感，更何況就是如果就算是 BNO 轉 BC， 我一開始已經說了，其實是要做個民主價值宣誓的，重新做過。我相信川普文是不知道近十幾年的英國入籍程序的轉變，現在是要有一個入籍 ceremony 的，其實無論是 by registration 還是 by nationalization， 你是要
參與個 ceremony， 而且係個 ceremony， 即係依個係好多歐洲民、好多西方民主國家嘅做法，依個好 American 嘅做法，美國人諗出嚟嘅依個。你依個 ceremony 裏邊集體宣誓，跟住你仲要簽個承諾書，個承諾書係要效忠英國嘅 democratic values， 去脱離個大中華個味道。咁但係因為香港嘅情況就比較係不幸嘅香港依個情況。所以我覺得就不需要 ceremony。 老實講，現在你搞武漢肺炎的話，我相信都沒有人希望再搞這些 ceremony。 再搞 ceremony 搞到整家都病毒，真的入完籍之後就 全部被武漢肺炎買了。 I don't think this is fun。 我覺得最後 finally 就是要簽個民主承諾書，個效忠民主價值承諾書是必須，這個是我不嬲都主張的。你的藍絲你簽了，然後再走去支持梁振英的話，英國政府就可以立刻踢你出去，平了權都可以踢你出去 anytime。 是這樣做的，或者告你叛國，直接告你 treason， 心裡就是發假誓大把啦，什麼罪名你要想條罪名出來，不是很難的對付藍絲。所以你經常都有人說 BNO 平要對付不到藍絲，那些人是 stupid。 你現在你每12個月至renew 一次 ，OK。其實澳門人在英國啲係白痴嘅話，即係話需要 work from 即係 working holiday。我串佢同 working holiday 咁削咧，我串就冇問題嘅，我英國公民，我串覺得 OK 嘅就係嗰日我嚟串個政府嘅。但係嚴格嚟講，就係 working holiday， 他 fire visa cannot be extendable 嘅 ，cannot renewable 嘅，即係唔。cannot be cannot renewed， you cannot renew your visa。 但是这个是 work， 这个 work permit work to and study leave 是 you can renew。 当然有些人说批不批，不一定批的，那你批不批这件事看你的程序，你程序可以 simple 到好像 EU settlement scheme 一样，在电脑做，在电脑做 online 做 online 做，他 check 了你没 no criminal record 就自动电脑update 就連印都唔使。EU settlement scheme 就係咁做啊嘛。EU settlement scheme 就係、是、哦，你要有一個 guarantee 你英國逗留權嘅，即係 IA 1971結束之後嘅英國逗留權，好簡單啊嘛。哦，你網上做，但係篤篤篤咁啊。我相信澳門人在英國自己應該，如果佢係以葡籍人士身份留喺度嘅，應該知道依個 EU settlement scheme。佢應該自己知係咪啊？我估依啲唔需要我。我覺得有些人是講一半不講一半。 renew 那12個月可以 simple 到用這個 procedure， 用 EU settlement scheme， 因為英國政府有這套 technology。 你用12個月反而你未必真的講到藍知識，說真的，因為你沒有民主價值的宣言。但如果你是換 passport 一換一，你換 passport 那刻要簽那份民主價值宣言書，我告訴你藍絲都會咬底的話，因為你一簽你就你做仆街的，我就可以講走。所以我一集先回應梁振英，後回應孫柏文，我就要講完我應該我所知我咬卿姐不是這樣咬的，卿姐現在的做法是有人教導的，朋友，我做了這麼久 BNO 平權的事，我相信過去那20年差不多20年，我96年參與少數族裔居英計劃的爭取，我在 SMP 寫過 letter to editor， SMP 不是 young post， 大人那個正那份 OK， 我寫過，我參與過，我整世人即係啲人問我寫唔寫，我寫到 SMP， 我不過我都寫到噶，我中午已經寫到啦。如果我點考英國會考，我試啊，大佬，英國會考我 GCOF 嚟噶，大佬，倫敦 UGCOF 噶，我當然。我咁多年嘅睇法就係我對。呢廿年嘅得著其實最大嘅就係我知道點樣同西方政客交手，同埋學習佢哋嘅諗嘢方式。唔好真係大中華佬，但係我可以講，
你要話唔係大中華好，嗰背後嘅前提唔係話你當地住幾耐嘅。其實最終嘅前提 final 係你對西方歷史嘅認知，呢個係最高難度嘅事。西好多人對英國嘅理解，或者住咗英國好多年，冇話英國嚟當地，其實佢嘢又簡單。你對個歷史認知不足，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即例如有些人問我點解對德國嗰啲星戰嗰啲興趣，又係嗰啲咁了解，大佬。我嚟德國之前，我讀德國歷史嘅時間好多嘅，我投放好多時間。你甚至有啲人睇過評論文章、蘋果日報都知道，我好中意引用德國嘅例子。特別德國威瑪共和國嗰啲民主失敗嘅例子，我係做好多 research。當然德國戰士都係啊。即係你基於呢個前提之下，你又明白我咁多年嚟點樣去做呢個平權爭取，而好多論述你話係咪誒香港人？我話係英國人自己講，唔係。當然你話唔係喺應唔應該出自香港人把口？你識計數，英國人唔介意你計數噶。英國人亦都唔覺得香港人係土豪噶 ，sorry， 係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中國人。我呢個就我真係差唔多，我其實我覺得。就算平咗權咗，我話香港對英國嘅認知嘅研究要重新做過。過去咁多年，大家對英國嘅認知係做錯曬，有啲就睇咗舊英國嗰套，有啲就依、這個需要一個好漫長嘅道路，所以真係好漫長。依、這個有排搞依件事，有排執，即係好多人就以為英國人高人一等嗰啲，又唔係喺 European 就知喺 Europe 就知嘅 U。英國人真係個朵啊，真係好壞參半啦！我只能講，皇室就好正，啲人就呢個就係德國人對英國人嘅一啲評語。今晚講到呢一度，今晚已經講長咗啦，已經，但係我講成廿就半個鐘啦，大佬接近。聽朝我繼續。就係因為我本來我冇諗過今日再講 PNO 嘅，就不過只不過梁振英真係我真係覺得。呢、這個 stupid guy 真係，我覺得你習近，如果我係習近平咧，應該一早嘅揾人咧，揾人查，其實用 UGL 我就揾中紀委查佢咧，就可以剷除呢個人。剷除呢個人咧，應該對香對港工作有利。我只能講，我真係我只能用呢、這個，即係呢個人你唔知嘅係咪間諜定咩食碗面反碗底之人？呢啲咁嘅人真係仲乜仲點啊？身為英國警察嘅。威海衛嗰啲所謂山東警嘅後代扮外國，依個人其實喺中共嚟講，佢係黑五類嘅後代。黑五類嘅後代係唔應該被重用的。Honestly， 即係佢北邊獻忠，但係我可以講喺中共嘅成分嚟講，你一出世就成分唔好，你冇俾人鬥跨鬥頭，算你好彩，仲喺度講咁多嘢。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先。